现在在上盖地，最中央的露营区，我们用餐，打个假料后吧。假料就赞了，现在在厨师就赞了，有炸鸡，有披萨，有巴萨，啊，还有瓦力沙拉，沙拉，一路爱讲吧，吃了我讲，够炸鸡，够水果，够水果，那就假了哟。然后呢，追客，披萨、炸鸡，还有那个炸鸡，还有午餐，还有意大利面，叫贼叉威哦。这些厨师请了比小贩还好。小贩讲要煮面，饭店，大人讲中昼爱食台湾，要食台湾味的，讲讲饭店。好，你煮啦。披萨好食。蛮好吃，才卖十万。这里是塞伦盖蒂，我们从五星级、四星级、三星级、三颗星，到现在住的满天六星星，六星级，满天星星。跟大家一起出来很快乐。昨天晚上有水牛、buffalo， 还有hyena。哇塞，这边很精彩，很热闹，跟那雅琪亚的站，白天都不敢睡觉，留着晚上睡，睡沉一点，才没有听到那个声音。旅程近尾声了，有点依依不舍了。很多这一辈子第一次都在这里，我在期待今天狮王来吼两声。哇！你不要把路啊！塞伦盖蒂好吃好喝好玩，所有的动物，狮子、老虎、斑马、牛羚，抓好抓满，太好玩了。我要回家。塞伦盖蒂，耶！哎，这里是塞伦盖蒂，塞伦盖蒂，库拉马塔塔，下次我再看巴克盖。卡里布，卡里布，快点！